王小晨穿长裙下楼梯，关晓彤及时救场，细节处见人品。近日中国电视好演员盛典，朱一龙、王小晨、关晓彤等人同框领奖，三人可都是实力演员。王小晨虽然作品不多，但是每部都很优秀，这次能拿下大奖也算是实至名归。王小晨当天穿的裙子有些长，下楼梯时很不方便，关晓彤发现后跑上来替王小晨提裙子，王小晨手里抱着证书和熊猫下楼梯时没及时提起裙子，关晓彤及时为他提裙子才免去一场虚惊。当时王小晨也是备受感动，晓彤的人品真是没话说，这个善良的小姑娘让人刮目相看。